楼里还有拿着火箭筒直接。怎么他又给我点过去了？这边谁打野？人马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们开始吧。全军出击！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在攻速流的话，下限比较高一点。记住，我将为你指路。剑刃与肉身，怎么才 Q 四个呢？好像最多也就只能 Q 四个，好像。嗯，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血红的心。开音乐了，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打 F6 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。我们下午两个没血了，这卢仙想杀他们，但是我过来，我两级的 Q， 闪现点点 ，W 点 Q 小兵，再见，助攻来一个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太贪了他，这人马这会应该在上半区啊，他刷的很快的。他第二轮也应该刷了，在我内心延续，而且他是没打石头人，他这个路线有点慢了。算了，给他留个小的，免得他没得吃了。把他往塔下走，没法帮他，再去反他石头人。这样就不要让他抓完还有野吃了。刚好我刷完的话，这个线完我们塔下推可以再抓一波下路。已经各就各位。卡都不长记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卢仙等死了，他没闪的，CD 被拉到了，看他有没有狗急跳墙。我以为他直接要点塔去了。
这把的队好像可以交流一下。发信号会来。谢谢这个想看把豹女送的飞机，谢谢啊。来双铁板鞋吧，这护甲待会能帮助我们打过这个人马。这人马是这英雄伤害是 蛮高的，他要进我们野区了。我把红吃了，我可以到六杀他。我将为你打了，自己去秒他，别他上。哎，他死了，这还敢追啊？这马扎一套技能丢完就没了呀。一个敢怕，一个敢跑啊，一个敢追啊。这马扎没有大配他的虫子咬，其实伤害没那么高的。人马他要去下了，这样子。这武器应该是没有二了，买的铁板鞋，欧文。愤怒带来冲动。没有，人家只是单纯送个飞机的，我们直播间一个飞机又不点英雄啊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绝对要坐等胜利的到来。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呀。还是走攻速流，伤害稳定。这一刀流的话，伤害太不稳定了。只是说虐菜，而且还得看阵容。可以回家买海妖了，起飞了。八级了。这把节奏很顺啊。哇，我最近玩剑圣都没赢过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玩那个一刀流，还是得玩攻速流，一刀流太容易输了。这队友一不行，没人打伤害你，一刀流刷不起来，得有队友有一定的伤害把你打个半血你才好杀。我有大招了，高原血统。这人马没大，他死了。高原血统，阿尔法突袭。不能追了。这波没 Q 出去，不然他已经死了。
找 W， 把这铁板鞋买了，待会儿要越这个塔。我跟他闪现砍两刀，再 Q 过去，再 A 一刀 WA， 他应该就直接没了。把这破败买了，不能先买破败，得先买头带这把。他们蚂蚱大有压制的，得买把头带，把这个压制给他解了。龙刷新了，打过了，可以。看来这一线塔还是没有帮他白拿的。我十秒大招，德伦玛他现在应该要 B 或者回 F6 刷野。这理论上面来讲，这卡特技能给了，这个蚂蚱应该也没大了。技能可以打来了，上上上。你这个 Q 丢的太随意了吧，兄弟！我真伤的呀，挂虚弱又催着用。我怎么感觉我被他减攻速了？但是我记得好像虚弱没减攻速了，现在是我的错觉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。感觉我看他被他挂个虚弱 A 的好慢。A W A 再见，塞尤娜拉。他3801速，我400。怎么说？我肯定不会砍的，砍了就死了。我看能不能攒个双刀，直接可以杀下路两个。再见了，再见了。这人马好像要来送了。人马呢？他怎么往左走了呢？真正的大师，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倒计时十秒，倒霉蛋登场，听到脚步声了，你们听到没有？还有五秒，准备好，各就各位，动手。等他辅助过来救他，直接 Q 走技能，再杀辅助，装杀，思路清晰，操作完美，没有瑕疵，这是一波完美无瑕的操作意识啊。直接把塔我给他拆了，哎，太完美了，卡的点。半夜怎么回事？最近这两天半夜思路太清晰了，很活跃啊。夜猫子主播吗？后排直接整一个好了。将为你指路。错过了吗？一展天机。哎，我感觉我可以单挑大龙啊。没双排嘛，最近都单排，过段时间再看一下吧。反正最近这一个星期应该都单排的，单排又不是杀不起来，偶尔一两把没杀起来，就当有些人在那边尬黑，我杀起来的时候他就闭缸了。他总是对我的这种，对吧，视而不见。不过，
确实带个人牌好一点。你看我带水友，他主要他会配合，知道吧？这路人他就不会配合你，对面又搞你，玩得很难受。你要说赢嘛，肯定能赢，就是玩得有点累那样的。这人马又要死了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经穿凡俗。但是他死了。哇，还是得买个头带啊，来个锤子，对，来个密银之锤。哎 ，Q 不 Q 都得死了，一样的。这武器就是他身后的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。哦，大30秒，等一下。漫天飞鱼，他的星之守护者不叫漫天飞鱼啊。银河飞羽，这一个 Q 直接死了，孤立无援。呵呵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犯罪是吧？这把又没带水友，换号了。太晚了一点，得卡这个时间，他转个一秒就可以 Q 他了。我忘了这个剑圣 单Q 时间久还是群体 Q 时间久，好像是群体 Q 时间更久一点。不会一样的，我记得时间是不一样的。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把这病疫黎明给他买了。其实有个小头带就行了，我觉得我要这个韧性跟减速没啥用，不应该直接升大剑的。不过这把比较顺就无所谓了。这把可以买什么呢？来个这个，可以买个重伤，那个加攻速的重伤刀，我觉得可以。这把比较顺，所以出什么就无所谓了。钱紧张的情况下，这个不用先升，要个头带就好了。主要他的属性给这个剑圣没啥用，这东西，我感觉还不如买水银弯刀这样。坐等胜利的到来。他这个减速抵抗没什么用，我们自带就有这个减速抵抗的，直接免疫掉了。这边直接投降了，刚好15个头。你们有？电影玩辅助的可以拉我进的快一点，这个点我能玩估计有点少。跟你们说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，明天周一了，周一的这个点应该没
打游戏人少了。